星期六晚七点至八点，妈宝游世界。Hello， 盛仔朋友你好啊！今日就系九月九号星期六，妈宝游世界，今日就去到第八集啦。喂，大家镜头见一见啦，见到我嘅本来即系一个好娇小玲珑嘅拍档啊 ，Stella。咦 ，Stella 点解唔见咗，变咗一个非常之重分量一个嘅我嘅嘉宾啊，小明 Sir。咁啊，小明 Sir 咧就今日就上到嚟做我嘅嘉宾。嗱，以往几集里边咧，我哋都介绍咗好多唔同嘅地方，我哋介绍咗台湾啦，另外去过欧洲啦。咦，正正大家都见到我嘅旅游节目里边咧，主打就系好多好靓相啊，靓人。靚相係咪見到好緊要啦？咁但係靚相點樣做呢？其實咁大家都知道，我平時去旅行都即係去唔同地方啦，又要咩 backpack 啦，所以咧就攞唔到好多大重型嘅相機裝備。反而呢幾年大家都好容易啦，一部手機。走天涯，相信大家網友裏面都揸不同的手機的，可能有不同的型號，相信可能有些人不止一個電話，可能只一至兩個，尤其旅行時候試啤補多個電話。我們今集就試下轉轉話題，除了旅遊之外，我們發覺旅遊一個必備的這個一個武器，尤其如果拍拖情侶，這個手機很重要的，因為你要將你女朋友你的靚相要 upload 上 Facebook 裡面，要大家 share 要分享的。所以今集請了我的嘉賓小明小明 Sir， 小明 Sir 都是我哋以前做媒體、做電視新聞媒體的行家啦。嗱，咁啊，介紹下小明 Sir 先，佢係從事咗攝影行業超過20年啦，邁向30年。我不想講，其實即係年資非常之長啦。曾經任職香港各大主要媒體啦，包括大家好知道嗰幾個媒體啦，即係T 字頭嘅、C 字頭啦。咁就而家都係製作公司嘅創作總監啦 ，Creative Director 啦。其實打雜嚟㗎。哦，打雜嚟嘅 ，OK。亦都係為咗各國嘅旅遊觀光局啦，同埋 Airlines 咧製作一啲嘅宣傳錄像，同埋一啲嘅主題攝影啦。好中意旅遊嘅，同一樣都係中意 travel， 亦都喺2009年成立了一個叫做人人去旅行的一個的網站，以旅遊會友，在2015年就成立了一個叫做 Draw with Light 手機攝影班，就用光同影器記錄最美一刻。最啱我了，我最喜歡影靚相，大家知道哇 ，Joyce 最喜歡去哪咧？喺個 Facebook 裏邊啦，包有靚相嘅，我就自誇自己的靚相就麻麻地啦。所以真係需要找一個咧依方面的專業人士咧，能夠去解釋一下影靚相去旅行。大家平時我想我們以前旅行我都有部單反的，我發覺部單反放在我的 closet 封塵了都已經遺棄了，我發覺原來手機近年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的旅行的武器。小明 Sir， 我知道你授徒開班講這個攝影旅遊，不如現在交給你講一下究竟 ABC 是什麼，還有究竟怎樣才最重要拍到一些漂亮的旅遊照片呢？ OK， 很簡單。 我首先講了一樣 很重要的東西，你沒有看我的樣子，其實我後生嘅啫，好後生，後生嘅啫，我早出道，我早出道，係啦，即係十零歲童工出道，係噶，我都好早出道，我都係九十後啫嘛，明白？咁啦，咁我相信大家即係咦好奇怪，點解餵你有即係識影相咁樣，有大機唔去教，走去教手機咁樣？咁頭先同我之前咧開麥之前同阿 Joyce 都傾過下，有啲好有趣嘅數字，我想問下大家，即係一啲好簡單嘅數據啫。大家喺全香港有700萬啦 ，OK， 咁我估有超過一半人即係有手機嘅人，唔止啦嘛，嚇咁我諗香港亞洲嚟講嘅手機滲透率咧嚟講都有8至9成，八至九成，同埋我哋希望平均每人有1至2部手機喎，係我就當你有300萬部手機先啦，係咪？咁300萬部手機入裏邊咧有一半人肯去攞嚟影相嘅，85萬。係咪？再有一半人想影得好啲嘅，係咪70幾萬？咁跟住再有一啲，再減落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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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落去。咁起碼真係會肯去學影相嘅人咧，都有10多萬、30萬啩咁樣啦，至少啦。咁你想做好啲，你攞住嗱，另外一個問題，你攞住一部手機買翻嚟幾多錢先？你幾多錢一部手機？數千元啦，係咪？即係你諗下，你揸住一個幾千蚊嘅相機喎，呢度點解唔影得好啲啊？係咪？係咪？即係大家都係啊！我好啲好膚淺噶嘛，我計數嘅啫嘛。我買部手機翻嚟幾千蚊個相機鏡頭咁鬼靚，我梗係瘋狂咁影，越影得多越抵噶嘛。係咪？咁跟住啦，另外啦啊，社交媒體 Facebook 嗰啲啊，好好啊，可以俾你去每個人有一個自己嘅平台啦，自己嘅 exhibition 啦，自己嘅一個展覽廳啦，係咪？你影完啲相又可以分享俾朋友，好開心。咁我教書嗰個情況就係好多人去想去學影相，但係手機越嚟越多，咁點解我唔？
攞啲資源或者攞我啲時間去教下人用手機咧、我哋都冇將冇必要將我啲技術帶入棺材啊，係咪先？啱啱咁第二樣嘢就係手機，咦，好開心㗎，開心分享咁啊！之後就可以俾朋友去睇下自己嘅靚相，咁再加上我成日都同啲學生講，手影相啦、攝影啦，同旅遊咧係孖生嘅，一定噶啦。你唔去完之後，我唔影相，一張相都唔影。有人係啦，但係好另類，係啦，好另類。或者我畫畫咧，係啦，畫畫係啦，咁寫生嘅我去，咁係得嘅。咁但係你都寫完生之後，你捲埋幅畫，捲埋幅畫之前都要影低佢㗎，係咪先？或者我影唔曬，畫唔曬 ，sorry， 畫唔曬，咁跟住影翻相翻嚟，我臨住嚟，即係翻到香港都可以臨翻啊嘛，張相啱啱先？咁你都係點都會共生，我覺得成件事係咁。大機嗱又問翻大家啦，大機會唔會帶住去旅行啦？而家封塵咗嗰部，封塵啦，封塵咗擺咗喺度都唔知道要喺個籠底攞翻出嚟。攞翻出嚟啦，即係通常有供奉有三支香擺前邊咁樣。即係咪真係好坦白講？以前真係大家旅行話哇好有型噶嘛，即係又孭住部相機，跟住有隻腳架咁樣，好似成個真係嘅攝影師。你而家我就算去一個背包行咧，我見到依類型嘅人咧，除非可能即係影啲大自然身體影著啊，都仲會有依啲嘅即係架撐。但係譬如我哋輕裝行嘅喂。簡簡單單嘅，真係可能呢兩部手機或者有個 stabilizer 或者自拍神棍，只幾樣就已經係基本旅行嘅裝備了是我問嗰啲學生點樣去界定你自己中意，即係有想帶呢個大機或者大手機，遠同埋近咯。啊，遠啲或者去歐洲遠啲歐洲係啦 ，long haul 嘅嚇，搭十個鐘頭飛機或以上嘅，我就帶相機。咁跟住咧就近嗰啲台灣嗰啲咧，個零鐘頭亞洲地方去日本嗰啲咪帶手機咯。我話有關係咁樣，咁個景唔靚，你帶大機都冇用㗎啦，係咪先？咁你個景好近，就算落街見到嗰杯雪糕好靚嘅時候，咁手機都搞掂佢㗎啦，可以。咁好直接。咁所以我自己去旅行咁計先啦。我真係好多年冇帶相機。除了收錢的、即是幫旅遊局做事或者真的要出 trip 去做事比較專業一點可能你帶一部單反單反一 set 鏡頭會帶上去長短火這樣來講但自己去旅行我真的就手機就 OK 而且手機越來越犀利它的功能的 function 已經拍得住一部單反它的像素又 高它有很多不同的 apps 可以將你張相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修正光暗它的快門可以自拍基本上以前這些東西是用相相機做嘢，真係諗下依幾年時間，一個手機已經搞掂曬㗎啦。呢個手機其實我諗啲人用相機嘅 function 係多過講電話嘅聲嘅成做。係啊，係啊。我諗你平均嘅手機裏邊，我諗我都有過千張嘅相。係㗎，唔止添。乜你諗下，你而家你有冇聽電話咧？嘟嘟嘟嘟嘟，喂。係嘛？我諗真係好少，好少，同埋好少。我同阿媽都仲講電話。阿媽啊嘛，係咪？係咪？即係同朋友真係少之又少。WhatsApp 啦，講完就算數。咁但係佢得翻落嚟，最後都係上網啦，係嘛？同埋影相。咁同埋而家即係賣緊手機嗰啲公司，唔同品牌，你有冇見過而家啲廣告啊？啲啲啲啲，喂！賣緊電話好清晰好快啊！冇，係咪？而家都賣緊啲廣告，哇！影相好靚，好暗都影到相，係嘛？如果全部即係將啲資源投放曬落部手機個攝影裏邊，係嘛？咁越嚟發展得越嚟越好。冇錯。咁你問我嚟緊有新機出啦，係咪？嚟緊七月、八月、九月、十月聖誕前一定好多新機出。有好多朋友問我啲咩好，一定係iPhone 拍噶啦，咁樣係啦，即係無可厚非嘅 iPhone 嗰個攝影嗰個技術，所有嘢係好好嘅。但係我唔係用 iPhone。你好似用一個更加好。我認真是更加好你如果看到的話我是用啲雙鏡頭的而家全部都是一新機雙鏡頭是啦模擬景深啦高像素啦。講得嘅咩講得我要收返佢錢添。我同啲學生買咗好多部華為。認真嘅有好多 Android 機啦咁但佢好處即係你咪好唔好處嘅因為我鍾意佢係一個雙鏡頭啦拉卡鏡頭。哦，Leica鏡頭，咁佢真係影相之類，即係咩品牌，好嘢嚟㗎，即係勞斯萊斯嘅影相級嘅，好高質素嘅。冇錯冇錯，咁佢像素唔高，普通就咁影1200万像，千二。但係當佢 set 咗個高像素嘅話，2000万像。一部單反，如果你識影嘅話，要去到2000万像嘅相機，你睇下幾多幾錢？係啊，5000-6000元起圍，係啊，已經我4000-5000元搞掂啦。即係好好呢件事。
係啊，咁一陣會俾大家睇下，即一部千零萬像嘅相機影出嚟嘅效果會係點樣？嗱，咁而家我哋講嘅成日去旅行啦，咁啊，譬如喺嚟緊咧，可能又去台灣。咁其實我哋真係我哋成日叫做一啲旅遊嘅達人啊，或者大家通常 share 嘅平台就可能都係 Facebook 啦、IG 啦，或者 Twitter 啦、或者微博啦，其實都係大家通常將啲相會喺啲平台分享，或者可能 YouTube 啦。其實我哋有乜嘢，譬如攞住手機去旅行時候，有冇特別嘢要注意，或者好似簡單而言，喂點樣去影啲靚嘅風景相，或者其實我覺得相係表達到人嘅心態。咁或者明常有咩可以一啲 tips 俾我哋啊？嗱，我先將佢兩樣嘢解，即係一部嘅影相嘅心態裏面解開咗兩樣先。第一，當然係技術層面先啦，係咪個技術上面可以點樣，或者係硬件上面點樣可以處理先？嗱，去旅行我真係成日提啲學生，首先第一樣嘢，你記得帶翻你部手機先啦。唔係笑話嚟㗎，你冇試過手機擺喺酒店個客人行咗去啊？可能得個 charger 嘅啫，得個 charger 咁行咗，係啦，即係出車行咗去，跟住咧揸咗一個鐘頭車之後，就掹出嚟影啦。咦，手機咧？哦，原來喺酒店仲差緊電，嚇唔記得帶啦。你記住帶腦啦，帶腦啦，係啦，帶腦啦，係咪？第二帶電咯，係咪？即係影相係會好嘥電，好嘥電，好嘥電。可能你平時用可以即係，我部機好叻嘅，好勁嘅一嚿電嚇，用一日都 OK 嘅。但當你影相用半日㗎咋。差唔到噶，差唔到。所以你即係如果你話去買一啲我哋所謂嘅外置叉電器啦，即係我哋即係俗稱尿袋啊、奶媽嗰啲咁嘅嘢，咁你要選擇得好啲，咁啊即係真係。我不是建議大家買貴，但買一些比較中一點的型的電會好一點，即中價錢的電會好一點，沒有太便宜，為什麼呢？即是便宜電呢，它因為現在的電話太厲害，電量很高，你要插得飽它的話，其實需要一些長的時間，比較長的時間。如果你夠太渣的話，即是它的 output 即是它的輸出那個電壓不夠高的話，你插一整晚或者插兩即是十分鐘八分鐘，不要插一分鐘一個鐘你過不到 10% 20%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它拱它不起，明白，變成你選擇的時候 output 那裡 會好一點，這個我經常會提學生這樣。另外就是當你去拍照的時候，或者去執照我們叫做即之後調校顏色的時候，麻煩將你那個 screen 看的 screen 推回到聚光，將個光度亮度要 brightness 光一點，是最光一點，因為出廠房出廠的時候，其實它要靠這個 spec 去做的。你顏色的分配啊、光亮度啊、所有東西啊，它都是跟因應大概那個光亮度去做。那變成你暗了的時候呢，不如我講個簡單好笑的笑話給你聽，我真的真事的。我做僆仔的時候，我在快圖尾做那些射印，即是那三馬路那些按師傅那些按。跟著有一天有個靚小姐來拿相啦，這樣好好的。跟著我們即你知道快圖尾是一個 quality 的保證噶嘛，你一張換一張噶嘛，係咪？你唔得就換啦。咁要交個相俾佢，咁跟住咧佢就問我：啊，師傅啊，咁佢點嚟點去唔肯走喎？咁難道未然即係隨然我美色？咁當然唔係啦，咁樣。咁跟住都有可能㗎。當其時我應該冇咁靚仔嘅，係 OK 嗱，點都好。咁跟住翻嚟先，係啦。咁跟住咧，咁我就俾咗張相佢，俾一沓相佢，咁點嚟點去唔走？跟住佢就係啦，睇好睇。哇！佢又問我：咦，師傅啊，啲相似乎暗咗少少喎，暗咗冇理由。暗中我老實打瓜我咯嚇，錢嚟噶嘛，咁我再攞翻嚟睇啊，跟睇完之後俾翻佢，啲小姐冇問題啊啲相，咁但係首先一樣嘢，你除咗你副太陽眼鏡睇啲相啊，唔該。真的他戴著副太陽眼鏡看 She's store 是啦即我真的真實的跟住就是那個問題出現來了，如果你那個正常情況你看著那個手機你搞到很暗，或者你戴著太陽眼鏡去影相的時候，你咪永遠都暗，你咪永遠都覺得不夠光啊，明白，那這個就很影響本身我們所謂的影相第一個大條件了。 OK 曝光 Exposure 的時候，那變成我們需要去調校我們的 Mon 的光亮度，要將光度去到最光那個位置去做這個動作。第三樣嘢就係、是、個 memory， 出 trip 之前。看清楚你部手機裏面是不是已經拍到爆炸，這個很緊要，我都曾經試過洗相啊，沒有帶一個外置一個可能隻手指把照片爆炸的時候，你會 delete 很辛苦地 delete 了它，是啊，即是 OTG 又要讀，即是你 iPhone 的你記得 iTune 回它 back up 回它，洗回在機裏面洗回照片，清到你都知道自己的影相的態度，有時有些人會狂按有些人一兩張，那你自己 depends 究竟你自己那個平時影相的態度是怎樣，洗幾多少你自己諗掂佢啦。個 trip 十日嘅，我洗1000張，咁或者要剩翻1000張嘅相嘅空間俾佢。Android 會好啲，咁你換張新嘅卡落去咯，係嘛？你影開我習慣係咁樣嘅，影開嗰張卡咧就
塞咗喺度先。咁、到出 trip 啦，就攞翻張卡出嚟，換、一張新嘅落去。咁、影得即係影翻嚟嗰啲相，咪淨係得翻嗰個 trip 嗰啲相咯。跟住拎翻嚟 backup， 咁咪我收翻平時嗰張相，咁、咪繼續可以喺香港。亦都方便做一個嘅分類啦，就 record 咯。緊於雲你可能你識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嘅相，你一處理嘅時候咧，跟住就會可能亂曬路。所以你好即係提醒大家記住嗰個手機 memory， 你要喺個出 trip 無論短長好、make sure 裏邊嗰個量係足夠，同埋記住要 backup 啊。啊，因為有時大家發覺啊，唔小心 delete 咗相啫，唔記得冇時間 backup 咧，跟住就揾唔翻啊。咁所以幾樣都係必定要緊記嘅。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幾樣嘢要即係技術上，或者硬件上面要留心啲啦。咁跟住就去到真係影相嗰種技術層面上面咧。嗱，我唔知道大家部手機有冇，大多數都有噶啦，大多數都有而家一啲新嘅手機。記得開翻我哋所謂嘅九宮格啊，即係嗰個格線咧，開翻嚟跟住去影相。我要開翻，我從來都冇做這件事。如果 iPhone， 我教你點開，你開啊，欣欣再教你點開。咁其實點解呢？因為其實咧，影相要學影相，第一樣嘢係要學識啲乜嘢先。抽圖？唔係啦，學識點開部機啊嘛，係咪？係咪？真係喎，你唔識開部機搞唔掂，係咪？咁你學識點開部機先啦。咁你開咗部機之後咧，第二樣嘢真係啦，真係構圖啊 ！Joyce 你講講啱嘅，就構圖啦。咁構圖咧，我哋有基本原則啦。咁我哋喺個法則裏邊咧，有一個叫做黃金分割嘅一個法則類嘅。啲咩幾多黃金鏈啊？即係個比例啊嘛。係啊，即係靚係有標準嘅，真係嘅靚係有標準。一望落依啲揾好市正喎，因為就啱啱喺曬呢啲標準裏邊。咁你咪。靚女咯 ，Joyce 啊，好合標準咁樣啦，黃金比例，黃金比例係啦，咁樣反教材啦，影相都係嘅，影相都係要靚都有標準嘅。咁我哋跟翻嗰個比例去做啦，好簡單。咁其實好簡單件事，影相一個框框，只要你將個框框裏邊用四條線平均分開個九格。OK， 我簡稱佢叫九宮格啦，我成日同咗就九宮格咁樣。咁咧就將你嘅 object 或者將你影嘅主體放喺呢啲線嘅上邊，或者係放喺啲。線的交匯點上邊，咁咧就會簡單啲，出嚟嘅嘢咧就會會靚啲嘅，吸引啲嘅。點解咧？深啲咁講咧，其實咧就講緊一啲叫做所謂嘅視覺心理學嘅嘢。咁你只要將呢啲物件擺呢啲位置嘅時候咧，就會搶眼啲嘅，喺個框架裏邊會搶眼啲嘅。有冇啲實際嘅相我哋可以去 study 下咧？係啦，口講無憑嘅，口講無憑，睇睇你嘅功夫先。係啦，但係咧嗱，我哋簡單啲啊呢張啦，呢張又靚，攞咗好多你啲上堂一啲嘅 props， 我哋都可以。俾觀眾睇下，係啦，佢點為之要做一個工整一張相，要咩留意咧？簡單啲啦，嗱，我首先 zoom 埋佢可以。係啦，嗱，首先簡單啲，我哋擺前少少就得啦。係啦，首先簡單啲，我先講咗呢啲相咧，嗱。真係童叟無欺，我全部手機啊 ，OK， 係啦，咁我全部手機影嘅，咁一陣可以解釋一下點解手機可以搞到咁大張，係啦，咁好似呢張咁計先啦，我哋見到個主體係乜嘢先？夕陽。夕陽咗咧。公路啦，公路咧有架車啦，呢個位置呢個地方喺邊度嚟㗎？呢個係威爾斯。哦，呢個英國威爾斯 Wales 係啦。咁我哋揸車一路影，咁當然大家呢個係有人揸住架車我影相啊，千祈唔好單手揸車去影相啊。明白，即係你就喺個乘客嘅位置去做呢張相嘅。係啦，即係你呢度要出翻個字咩？切勿模仿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嗱，你好簡單啦，所謂嘅九宮格啦，其實咧就係將你好簡單將個相平均分開九格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將嗰個主體放喺個三分一嗰個 corner 個角頭位置咯。咁你就會吸引啲去睇嘅。OK， 咁另外呢邊又係啦，那個太陽那個位置都係上邊三分一線啦，係接近嗰個三分一嗰個交匯點咯。咁你張相就會好睇啲㗎啦。即出嚟個構圖，按翻你先，你講嗰個結構個擺位就應該一個比較相對嚟講會係比較吸引啲，吸引啲嘅，係啦，靚啲出嚟影出嚟嘅效果。循住呢個方向去諗就得㗎啦。咁最簡單樣嘢，平時有人影相，多數人影相擺喺中間㗎嘛。係咯係咯，係啦 ，center 位 center 位㗎嘛，其實係咪啱咧？冇錯嘅，影相唔會有錯嘅嘢，係啦，有靚唔靚嘅嘢啫，係啦。咁靚唔靚都唔係話我講，你自己覺得靚就 OK 㗎啦。咁當然係有標準嘅。咁你如果你真係啱啱去學習嘅時候，咁咪喺個標準上邊去建立咯，嚇試咗先咯，練多啲先咯。同埋我見到張相嗰個層次嗰時候，你見到咧，依度有好多唔同嘅嘢，你唔係一個 flat 嘅，你見到個雲層啦，嗰個山啦，咁跟住個公路，其實見到係一個 layer 一個 layer， 點可以做到有依個層次感咧？因為其實你係動緊你車。
行緊嘅啦。點樣能夠做到？因為行時候你會有bumping，有即係個車又會震啊喐嘅時候，我哋有咩嘢可以做到？咦，動感得嚟，但係又不失會 blur 咗蒙咗啊。係啦，咁嗱，首先第一樣嘢，以前翻工一樣噶啦。做攝影師眼明手快，係啦，係啦，真係一定要啦。如果唔係俾咧記者鬧啊，真係鬧啊！喂，嗰邊有邊個啊？你做唔開咁啊？快啲啦，都未拆好。係啦，就已經俾撲都撲到佢，仲要有陣時快過記者喎。啊，邊個喺嗰邊鬧翻個記者喎？咁樣好開心喎啲日子。咁但係即係你話去影相，其實都係同一種嘅方向啦。咁你話眼睇到當你眼睇到，哇，好靚！完㗎啦件事，你影唔到㗎啦，過咗㗎啦，係咪？你要去預測嘅，其實影相係啦。啊，我見到呢個畫面，咦，未行埋嚟，或者你面未到，你估佢嗰張相嗰個構圖應該係點樣？已經 set 定你部機，set 定你部機啲光圈大機計啊，光圈啊、快門啊、ISO 嗰啲卡嘢，諗定成張相嗰個結構係點樣？手機一樣，去到個畫面真係就嚟啦，你已經 ready 去撳嗰個掣。到你真的 frame 好那個位置的時候就咁搞掂，即係永遠啲美景都係一瞬之間，一瞬之間尤其是夕陽啲嘢，你只係我諗轉一轉個頭，可能個太陽佢個位置啱喺個山裏邊，可能佢落個位置已經過低嘅話，已經冇咗嗰種層次嘅美感，所以真係一瞬間，即係你要好快地要快手，快手係啦，眼明手快，眼明手快啦，你要預測啦，因為你到條路行緊㗎嘛，你呢個彎位到下邊嗰個山脊之間，你一行到去嘅時候，可能嗰個山會喐㗎嘛，其實個透視講緊會喐㗎嘛，咁你喐嘅時候，有可能你掹得部機嚟已經。改變了個頭先，已經不是你想心目中要的東西，是不是？這個另外回來最後，就是最尾那樣東西，就是怎樣去將那個顏色啊、光亮度啊處理得好一點。但當然在拍攝的時候，除了剛才講構圖的東西，真的講緊技術的就是講緊曝光曝光手機是真的都有曝光的是可以調校的曝光的有人錯的你不夠光就推光一點啦，有人懂用這個 function， 但是呢個 concept 是錯的，那個推光一點啦，推暗一點啦，那個呢我們叫做曝光補償，曝光補償的系統是機即是大部分新的機都有的，都會有的，是的，那 iPhone 你會見到當你篤了它的時候，它有個四方框太陽這樣，是的樣，但你拉推個畫面的時候它會光一點，它會暗一點，沒錯，那為什麼有什麼作用呢？平時如果背光背光的情況，那你咪成塊面會黑曬，黑曬啦，點咗個人之後就會因應個 focus 個位置就會影響個曝光噶嘛，係咪？咁你一點咗人就黑曬咯，咁但係利用翻呢個曝光補償嘅時候，點咗個人之後推翻光佢，令到個面口有啲 detail 嘅時候，有啲細緻嘢你都睇得翻嘅時候，跟住事後再去執相啦，咁你張相就會好啲噶啦。OK， 咁呢張係其中一個可以啦，另外係咪有啲其他？係啦，好似呢啲咁樣啦，角度上邊啦，即係有陣時角度上邊有一啲呢個都好靚呢個。這個是什麼地方先？即都是同一個地方，這個是威爾斯，這個是一個的湖泊的樣的，不是這灘是水的，這灘水來的，這個好像有湖泊，是有湖泊這樣，是不是？okay。 這個呢其實現在早輪打風很多水浸，或者落雨的時候很多水浸，這些香港很多天空之鏡，我教大家怎樣拍天空之鏡，很簡單，很簡單，尤其是手機，我告訴你，真的告訴大家觀眾，在用手機拍的天空之鏡，比起用大機影的天空之鏡更加誇張更加靚，真的真的，你其實呢、這個咧就唔係人的問題嚟嘅，呢、這個是機器的問題嚟嘅。大家如果你有睇緊嘅話，你攞起你部電話望一望你自己的電話，先擰翻開佢啦，當然係望一望下個電話個鏡頭喺邊度。係，我係 iPhone 啦。iPhone 啦，個鏡頭會係喺個角頭度啦。係啦，我就喺個角頭入邊啦。相機嘅鏡頭喺邊度？中間係咪？仲有相機大啲噶嘛？OK， 嗱，我哋影呢啲相咧，嗱，我翻嚟，唔好講咁廢話先，翻返嚟呢度影呢啲相咧，其實咧，我哋有一個好簡單技巧，倒轉你部手機。哦，倒轉佢，將你部手，雖然已經咁樣倒啦，將你部手機個鏡頭啊，向下，向到最下。哦，向到最下。跟住將你個手鏡頭，你唔怕死嘅話咧，或者唔怕換機嘅話咧，又或者部機舊想換嘅話，即係同啲老公啊、男朋友講，我想換機，咁樣影，黐住個水面影。哦，黐住個水面影。呢個位置鏡頭黐住個水面影。係。翻去試下，你而家即刻入去廚房開盆水，係啦，咁啊掂住個水面影出嚟咧，個效果咧就好有趣。就有廚房嘅空中之鏡。係空中之鏡啊，係啦，冇錯，天空之鏡啊，係啦，冇錯，係啦。點解咧？因為其實咧喺呢個情況啦，咁水面係一個reflection 嚟，一個反應嚟㗎嘛，倒影嚟㗎嘛。咁倒影其實咧，佢一度如果你黐住個面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咧佢係沿住條水平線行。係一個即係180度。
個係貼住水平線。horizontal 係啦，咁樣嘅線嚟嘅，水平線。水平線係貼住嘅。咁、如果你貼住個水平線嘅時候，咁你咪如果你呢個有高度，相機個鏡頭有高度嘅時候，個水平線會有啲咁多嘅距離咯。嗯、你睇下手機幾多個高度？嗯嗯嗯，係嘛？明白明白。0.1 cm 到啦。嚇嚇。咁你個條水平線咪得個 cm 咯。就見到嗰、那個，咁就冇噶啦，上個天同埋個地黐住噶啦。嗯，係啊，如果你想簡單啲去試咧，香港有啲地方係可以試嘅，西環啦、啊，咁講緊碼頭嗰度，咪成日都落雨，咁咪裝卸碼頭，裝卸碼頭嗰度就即係日落，因為西環日落噶嘛。係咪？如果佢啱落雨嗰時都會喺個個水潭。佢有睇探，係啦，你唔好諗住個水潭咧，好似湖咁大啊！話俾你聽，個水潭咧咁大個㗎咋，係啊，即係一少少㗎咋，咁大個㗎咋，係啊，咁你可以去試下黐住個地下。咁跟住另外一個成日啲人都會試嘅地方咧就係、是。天馬公園哦，天馬公園係啦，行立法會係啦，行出去出邊草地嗰度咧，佢一個地方咧行咗吸上去少少嘅，咁嗰度有個長凳，嗰成條長凳咧大理石嘅，係啊大理石嘅，咁嗰個就反得好靚，望嗰個位置咧可以指翻向翻灣仔嗰邊啦，又或者指翻金鐘嗰邊啦。如果摩天輪唔拆嘅話咧，那個 reflection 咧會影曬摩天輪嘅，啊可以去試一下日景。夜景會靚啲嘅嗰度，係、嗯、啦，我啲學生成日都去試。即係所以依個見到依個就係一個 reflection， 一個嘅其實一攤水，影出嚟好似好似個湖咁樣啊嘛。同埋你見到個天空，你見到嚿即係白雲啊、藍天啊，仲有啲一個枯枝嘅感覺咧，有種蒼涼嘅感覺。但係出嚟話好靚喎，依、這個又係用手機去做到嘅喎。搞掂咗，依、這個 reflection 大家成日話要去到唔知邊度，去巴西定係邊度影個天空之鏡啊？秘魯定邊度啊？係張春龍話俾你聽，我冇記。原來呢個天空之鏡可以在自己的廚房都可以，玻璃維亞已經做到，可能原來廚房、香港都做到，做到屋企做到，我成日都做㗎。你總之你行去街嗰度，見到啲玻璃反光咧，好多時啲女仔話好想用嗰個反影，見到好似自己係反映喺嗰個湖裏邊，成日問男朋友我點影啊點影㗎，原來可以做到嘅。係啦，踎低少少，咁跟住咧將部手機個鏡頭有咁近水面，黐咁近水面，係啦，跟住咧叫個女仔咧行遠啲咁多，你其實你就咁眼睇到㗎、你眼睇到之後。但有一樣嘢好老實嘅，影相咧係唔好透過鏡頭去睇先，透過自己對眼去看，用眼去睇，唔好似即係用個手機依個鏡頭睇下。係啊，即係咁就係咁啊，唔好啊。你望咗先，你要裝，裝上下去裝，裝啱咗你的角度，先至喺個角度掹起部手機去影。嚇、如果你話即係永遠都係攞一個手機去影咗呢個角度，好單純嘅啫，即係裡面嘅嘢，即係唔會有趣嘅。攝影師同一般影相嘅人、學影相人話唔好學啦，去又影相人最大分別喺邊度？成日都話攝影師有攝影師之眼噶嘛，攝影師好叻嘅睇鏡頭嗰啲角度。咁就真係噶喎，佢哋睇嘅眼嘅結構同我哋可能睇嗰張相嘅構圖都有啲唔同噶喎。即係我哋無鐵金剛嚟啫，改造咗噶嘛。你哋識師傅噶喎，我哋師傅睇到噶嘛。錯啦，其實咧係一般睇，即係我哋去影相嘅時候咧，我哋比一般人勤力啲咁解嘅啫。嗱，一般人點樣影相啊？嗱，我哋好簡單啦，一般人咁坐喺度咁樣。就咁普通就咁影啦，咁樣影、完咯喎件事，係咪？咁我哋攝影師係撳兩個掣啫，咪完咯。攝影師唔係噶嘛，攝影師又擒高又擒低，又左又走嚟走去。唔係佢哋麻煩，或者唔係佢哋嗰啲即係體力比較多啲，又話佢哋係揾緊一啲同一般人望同一樣嘢個角度會唔一樣嘅嘢，係嘛？你點解咁多鏡頭咁多鏡頭衍生？當然啦，即係嗰啲所謂嘅鏡頭，嗰啲所謂嘅鏡頭係影響咗我哋嗰個所謂嘅透視啦。喂，wide angle影闊啲嚇 ，tele 影窄啲咁樣，咁一般人咧唔係啊，攝影師多器材啊嘛，唔係噶，其實點解佢哋唔一樣嘅嘢就係話，當我哋用人眼去睇呢件事嘅嘢，我哋接受咗呢樣嘢，啊係咁就係咁，攝影師咧就用一啲唔同嘅角度、唔同嘅鏡頭咧，令到同一樣嘢睇落去同一般人唔同咯，係嘛？咁咪有分別咯，咁啲人睇完之後，哇咁樣噶啦就會。我見到另一張雪景好靚啊，小明上可唔可以嗰張？嗱，我 before 喺 break 之前睇多一張佢嘅手機嘅，依個係邊度？呢度瑞士。呢個瑞士啦，呢個係。係啦，大家一個香港人好中意去一個嘅瑞士，呢度係瑞士邊處啊？呢個係叫做策馬特。策馬特係啦，咁你見到呢個朱古力啦，呢座雪山啦，咁其實係三角朱古力嗰座山嚟㗎。哦，就係、是、嗰、那個三角朱古力嗰個雪山就係呢、這個。係啦，咁所以三角朱古力真係瑞士出嘅，係啦，呢個好緊要。係啦，咁呢個呢條鐵路叫做 Gondagrel， 咁咧就上到去嗰、那個望到呢個馬特洪峰啦。咁、Gondagrel 係另外一邊山嚟嘅，咁可以望到馬特洪峰。咁馬特洪峰就4000幾啦，咁呢度就3800米。呢個係一個嘅。
火車定係咩？依個係一架藍色上山嘅、哦、上山嘅電車啦。咁你係咩位置去影呢張相咧？你係喺個路邊定係點咧？依、這個位置誒冇人再影到噶啦，除非點？除非誒個局俾錢你再先影到啊，冇人影到噶啦。係點解我會影到咧？就係、是、因為我嗰日上山，嗰日上山搭車車上山啦，落大雪啦，啲、電纜咧。啲電纜啊，封曬雪，行唔到，通唔到電啊！啲佢去到呢個站咧，要落曬車行上山啊！跟住咧，啲工程人員咧，就將啲電纜咧鏟曬雪，鏟開條路，先至可以架車繼續上啊！咁我趕咗落山，咁我見到咁靚，我冇理由唔影㗎。平時冇站㗎。所以依個你係落咗車去做，可唔可以依個用咩嘅位置啊，影到張咁靚嘅相咧？冇㗎啦，冇㗎啦。嚇！係啊，即係正常人影唔到㗎。咁譬如嗰日天氣都好凍啦，好凍啊！譬如你點樣？譬如呢度嗱，雪山白色，其實成個哇，好容易反光，會爆曬。係嚇，點能夠？但係你完全出到曬嗰個雪山個層次，因為其實呢度見到係一層層，好似 layer 白誒咁樣搭上去噶嘛，點可以做到咧？好嗱，呢樣嘢咧就頭先講緊個曝光啦，我哋所謂嘅曝光，我哋手機點樣去影相先？個步驟係嗱，張少都話俾我聽啊。打開個手機先啦，都係啦，咁樣啦，咁你對住個景物啦，咁樣啦，跟住首先第一樣嘢係所謂嘅對焦啦，點咗對焦，咁對焦係咪會影響咗你嗰個所謂嘅曝光先？冇錯，係啦，咁翻嚟咧好多時咧就會影啲白色咧就會爆曬，甚或乎會好黑噶。會有咁嘅情況。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有個建議俾大家。又或者係一個法則啦，喺曝光上面，我哋係寧願影 under 都唔會影 over 咯。哦 ，under 嘅啫，係啦，影暗佢，暗佢都唔好影到太光，係因為暗咗嘅話咧，我哋翻嚟都仲可以執上去補救，即再推翻光少少，出翻嗰個層次。但如果你爆咗之後咧，你 turn 翻低咧，就可能張相會。死曬㗎啦，張相已經唔係嗰張，唔係啦，係啦，仲係執唔到相，好多時候都咁變咗，我哋去曝光嘅時候，見到呢啲白蒙蒙嘅地方啦，通常一撳嚇適應嘅，咦好灰喎張相，因為佢白色多嘛，你試下對住個白色一撳，嗰就成張相暗咗嘅，係咪？咁但係你通常都係好驚，哎呀寫暗咗張相，唔知點算好咁樣。我話俾你聽，呢個先正常，呢個先正常。去到影雪景更加正常，你影翻嚟灰灰地唔緊要，翻嚟喺後期推翻光佢。好嗱，咁頭先阿小明上咧就講咗好多唔同嘅影相一啲嘅竅門啦，同埋佢都講咗去咗唔同嘅地方，頭先有去瑞士啦，去咗英國威爾斯。我哋剔個短篇翻嚟，我哋不如睇一睇阿小明上去咗唔同嘅地方影啲相裏邊。從佢去旅遊日誌裏面想可以教我哋，如果我哋下次真係旅遊時候有咩嘅心得或者咩嘅 tips 可以從佢嘅旅遊日誌裏面咧學到嘢。休息一陣間，翻嚟再見。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剥牙佬，而我哋喺城寨里边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专剥出边成日讲歪理嗰班权贵嗰棚牙。大家睇緊嘅城寨，我係周博賢。